今天拍什么戏？今天要拍倒车，哈哈，被大副谋杀的戏，没有很大。刚刚导演说，然后我们刚刚彩排一下，然后导演就说大副来救你，他就把你推，然后推开，那我们就撞到头，应该撞到这个吧？然后对，然后要昏倒之前说快到目的地，然后很大，就本来还没事，被一推然后就失明。这凶手其实是蔡大富，喂，所以他真的要下跪。外金呢？4个月，肚子还这么平吗？因为他太瘦了，真的。哎，乖，他知道妈妈怕胖。好紧张哦，今天要拍。哦，这个很感谢天，感谢地，竟然没有下雨。看着你自己点那个。点那个，我在最佳摇滚区哎，没想到我住的位置这么好。导演给你个赞。慧君，我们两个都倒到地上了，都有生命的危险。这个时候你会救谁？你要救谁？他会先救你。问号。原来是我有救小孩啊！慧君给了这么残忍的答案。对啊，慧君，但是你喜欢的是大富哦。其实也还。没大富，你可能就没有办法生小孩。对。皮诺可，这个直接电死。原来小叶瞎掉是我一手造成的，太瞎了，太瞎了！哎，好重哦！你就是为了把我留在你身边，你怎么看得到？你是想要从我把我从他进医院后才看不见的，现在进医院前还看不到。你说，这东西我做什么？我就是被毒掉你呀！结果是无毒掉，我的囡仔是伤掉，扒得紧紧的。最后跟冠杰是叠对叠，谁是真正的坏人？你到底是变态？哎，昨天在病房已经讲过了，你这是变态，你有坏是变态，他立马变态，变态变态，什么东西？你本来变态，卖个账，出去！小叶是我，你怕唔着啦？我是吧，就把门槛，门槛。